在四川小凉山腹地的马边彝族自治县，我探索这里的街头美食和边城人文。恰逢彝族最盛大的节日彝族年，来自远古时代的彝族习俗、服饰、舞蹈，在烟雨绵绵的岷江上游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令我陶醉其中。我是阿树，正在探索中国偏远小地方，欢迎收看。要一份抄手。要好多？要红汤的清汤？清汤的。一碗骨头汤，抄手。马边最有名的小吃一定是马边小，马边抄手。在这里呢，大街小巷都能看到马边抄手的一个店铺哈。然后像这一碗二两的，8块钱。我刚才说要吃清汤的，然后店家就推荐我要吃红油的，他说红油的好吃。来，这边好吃一点，不错，这个皮特别嫩。这骨头汤它没有放盐，特别解腻，放了一点葱花。这条马边河呢，它地处川西平原，它的一个落差比较大，所以呢，它这里的这个水链资源比较丰富。如果你走在河边的话呢，你能看到大大小小的这个水力发电站哈。而且呢，这条河它因为夏季的时候山洪时有爆发，所以呢，给两岸的田园房舍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人们就笑称它为强盗河。如果你从卫星地图上看马边县的话呢，你会发现它跟云南的一个一线城市盐津县呢比较类似，它们都是沿着一个河流纵向分布的，就它的县城呢比较狭长哈，不是特别宽。但是不一样的话就是马边县呢，它的这个两岸比盐津县宽得多，所以呢它两岸的话呢有很多这个滨江的公园，而且呢也还有很多这个休闲的一个娱乐设施哈。来马边彝族自治县之前，我以为它隶属于凉山州，来了才知道它属于乐山市。马边最有名的景点是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乐山大佛、峨眉山、黑竹沟并列为乐山四大旅游景点。我第一次看到这件衣服是在布头县的火把节，它是彝族的传统服饰，在这边叫查尔瓦，大多是男性穿，我也见过女性穿它。它是一件羊毛织的披毡，有黑白两色，它形似斗篷，长至膝盖以下，下端装饰有长穗流苏，白天披在身上挡风御寒，夜晚则当被褥。毕摩来自彝语的音译，是彝族从事原始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人，相当于巫师、祭师。毕为念经之意，摩意为有知识的长者，毕摩就是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人。他们了解古彝文，了解彝文典籍，通过念诵经文和神鬼沟通，为彝族民众求得人丁安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所以说毕摩既是彝族的祭师，又是彝族信仰的化身。
爸爸的奶茶。刚落彝族的啊，是彝族的。彝族习俗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区差异性，其彝族服饰也一样。大小凉山不同的县城，其传统彝族服饰都有不同的特点。当新年来临，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做腊肉，灌香肠，穿最隆重的衣服，围坐在火塘边，大口吃肉喝酒，放声歌唱，祈福新的一年吉祥安康。但彝族新年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区差异性，但大多分为三天。第一天主要习俗有搓年猪神、煮过年粑、讨要年粑、占卜、献祭、吃年饭。第二天呢，早饭后大家聚集在山岗上，伴随口琴、乐琴、胡琴和芦笙唱歌跳舞、荡秋千、玩摔跤、斗牛斗羊、晒猪瓢。第三天各家各户要举办送神灵和祖先的欢送仪式，送走了祖先，开启崭新的一年。这三天结束后就可以回娘家过年了。这套都全部搬去了，你们搬满了，你来。那个你进去的吗？我进去了，大家明天再去了。这里面黑了。就是昨天那个用木，然后把那个羊的脂肪烧了，烧了以后呢，它就有一些黑色的，就倒到这个羊汤里面，它就会很香。这下雨了，一头猪，这个两个小时就卖的差不多了。
我们雷郭县、美姑县、昭觉县、岳西县、古德县、林浪县、布托县、德昌县和马彬县各地的虎市。哎，我
享一部彝民族的无字史书，一针一线都蕴含着民族的文化底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彝绣成品展示到这里就圆满了。彝历新年来临之际，预祝大家淄博各地出世。小凉山腹地，那么在我们本县城呢是彝汉聚居，再有两天我们就过年了，我们诚邀八方游客来到我们马边做客，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怎么跟你哭什么善，谢谢谢谢。我看今天早上参加表演的一些阿姐们哈，都来这家店吃饭，我感觉这家店应该是本地很地道的。一份多少钱？这样，像这个的话，他收我3块钱，这个20块钱，这个5块钱，这个是红枣、枸杞跟冰糖泡的这个酒哈，然后呢，大哥推荐的，所以呢，我就尝一尝，还可以吧？还有那个广东蘸酱。这个就是五花肉沾着辣椒面，这个就是腊肉，腊肉，腊肉，嗯，还可以的，还有那个香肠也可以啊，哇，这个腊肉很好吃，你吃的整个在你们广州的话，不低于40块钱，这里起码要45了，对，要，这个是那个竹笋。这是折耳根，这就辣椒，尝一口这个辣肠。我们吃广东，这个它没有很咸，对，就刚刚好，可以沾辣椒粉，也可以不沾辣椒粉，都可以。而且呢，它这个的话，它特别的嫩，很嫩。嗯，它这个肥肉跟那个瘦肉，就肥瘦兼宜嘛。它你咬下去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油脂在你嘴里就溅开了。还行吧，不能说是这个酒精扣掉了，我都不会吃的。正的粮食好吃的，嗯，你酒厂里好吃，确实给力。跟这位大哥干一杯，是他推荐我喝这个酒的，谢谢。这个是您练功的，练铁砂掌的，这个随身带，随身都可以带，真的。大哥是在少林寺待了10年，有10年，10多年了，看这个手就很厉害。你可以啊，你这个用来怎么练呢？这个呢？这个呢打，真打，真的看。哦，就练这个手的一个力量。你手掌铁砂掌啊，你传说中的这个中国功夫啊，铁砂掌啊，就是这么练的。这个华丰是老总，我跟了，不知道还安全。吃饱了，你看我这个这样子打拳，然后我走路也可以打，然后利用这个练功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米的这个情况下要扩展，还很舒服的打拳。大哥说他这个两个是合不拢的，靠不拢的，这练功练变了弦了，然后靠不拢的。啊，是因为骨头圆了。哎，对，骨头它这个长大了，这个匀了，像那个匀性，它就靠不拢了。哦，很多匀的就这么回事。
马鞭地处亚热带，全县森林覆盖率78%，常年云雾缭绕，土壤肥力较高，种植绿茶的条件很好。我在来马鞭县的路上，在车窗外就看到过山坡上的茶田。后来知道马鞭产茶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入贡皇室，被奉为珍品。乐山民间流传一句话叫“登高问道峨眉山，品茗静心马鞭茶”。大哥介绍说，马鞭的绿茶很便宜，一杯才10块钱。说相识是缘分，要请我尝一尝马鞭绿茶。然后是人工，用手一个一个的掏出来，这个很细，一个一个的掏来嫩的，掏下来。它有你闻嘛，它有个清香味。大哥给我又续上倒开那开水上。刚才那位大哥请我喝茶哈，然后呢临走之前呢他跟我握手，哇，我能很亲切的感觉到那是一双我握过的最有力量的手。最好吃是哪个？谢谢。你们觉得哪个菜最好吃？忙了一天了，终于可以吃饭了。昨晚呢是摸黑吃的冷菜，今天终于可以吃一碗一桌这个热菜一个味道。尝一尝这个凉山地区很有名的小猪肉。小猪肉不好吃。这个比昨天我去吃的那个要辣。吃没有？吃了。没吃没吃。今天吃啥没有？吃了吃了。我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为全县彝族同胞们献上祝福，同时也祝愿全县各族人民节日快乐，让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出祝福语：福生萨子摩格涅。
심한 거는 나 해 놓고 가 노고는 吃点子喝点子嘛得了노고吃着노고喝着个是俺吃过些个啥노고那怎么干嘛得了
现在出发去马边快运站，前往下一站。因为呢，11月20号是彝族火把节嘛，所以呢，20号这里的话，大凉山整个地方都非常热闹。但是呢，我想去到它下面的村子里面去，这样子能看到可能更地道的一些彝族年的景象、习俗、文化。所以呢，我要离开这个县城了。因为彝族年快到了，后天嘛，所以呢，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都堵车，堵得挺厉害的。下期视频我将深入大凉山的山区，原汁原味的彝族年在村镇上演，每家每户杀一头猪，整个山谷猪叫声从三更半夜嚎叫到日头高照，彝族老乡背着猪肉挤上横亘在大凉山偏远山区的成昆铁路，免费的绿皮火车把他们送到难以抵达的亲朋好友家。这是一次人口密度远大于春运的火车人口大迁徙，壮观且动人，而这将是全网首个该主题的长视频。谢谢观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